直播吧。8月1日去，北京时间8月1日8点。国际冠军杯北美赛区一场比赛在美国迈阿密一年球场展开较量，曼联对阵皇家马德里。上半场达米安助攻桑切斯为曼联首开纪录，随后桑切斯助攻埃雷拉破门扩大比分。上半场补时阶段本泽马扳回一城，下半场德托马斯是良机，最终曼联2比1击败皇家马德里。曼联在今夏的热身赛中状态一般，四场比赛仅收获一胜两平一负，其中包括上场1比4惨败利物浦。穆帅急需调整球队状态，为即将到来的联赛做好充足准备。上赛季荣膺欧冠三连冠的皇马也将开启新赛季的征程，齐达内的卸任以及 C 罗的离开迫使全队需尽快适应新局面。而金帅洛佩特吉在后 C 罗时代能否带领银河战舰继续前行，值得期待。此役皇马重金签下的维尼修斯将首发出战，迎来首秀。比赛开始第5分钟，桑切斯左侧45度挑传禁区，马塔小禁区高右侧左脚抽射稍稍偏出。第7分钟，贝尔直传被背后插上的奥德里奥索拉，后者右路低平球早传禁区，本泽马抢在两名后卫身前一脚特射偏出球门。第10分钟，桑切斯禁区外送出一脚斜传，马塔左侧起脚低射，皮球被卡西利亚稳稳没收。第11分钟，本泽马左路低平球传中被解围。第18分钟，曼联率先取得领先，埃雷拉右侧一脚直传，达米安底线处到三角传中，禁区内桑切斯赢球推射破门，曼联1比0皇马。第23分钟，维尼修斯左侧连续踩单车，晃过门萨的防守下底传中，贝尔前点鱼跃冲顶偏出球门。第30分钟，贝尔达禁区外右侧内切，一步左脚弧线球攻门，皮球稍稍偏出左侧立柱。第39分钟，杜伦特禁区内背身护球后向外一分，奥德里奥索拉扫传中路被白利封堵出底线，同时白利在防守传中时出现受伤的情况。第45分钟，鲁克肖左路下底传中，后点特奥抢先头球解围，随后曼联右侧角球传入禁区，巴列霍解围不远，埃雷拉禁区线附近左脚抽射被防守队员一挡，皮球最后落入贾西利亚怀中。上半场伤停补时第3分钟，皇马扳回一城，特奥左路传中，本泽马门前抢点电视破门，曼联2比1皇马。半场结束，曼联2比1领先皇马。一边在战第46分钟，皇马左侧角球开入禁区，被曼联防守队员头球解围，维尼修斯外围打门再次被封堵。第50分钟，弗雷德后场停球失误，马约拉二段球后弧顶处一脚抽射，皮球稍稍偏出右侧立柱。第53分钟，塞巴略斯左侧传中到禁区，马约拉二左脚攻门被白利封堵。第54分钟，哈维桑切斯外围尝试远射放了高射炮。第57分钟，维尼修斯重路进攻，吸引多名防守队员后分边，雷吉隆左侧到三角传中，无人盯防的厄德高左脚推射高出横梁。第64分钟，雷吉隆底线处将球救回，随后分给外围的奥斯卡罗德里戈斯，后者弧线球攻门高出横梁。第68分钟，对伦特中场送出过顶敲传，德赫亚出击将球破坏。第74分钟，皇马右侧定位球机会，厄德高左脚直接攻门，德赫亚双旋将球击出。第二波攻势中，洛佩兹右路下底到三角传中，奥斯卡外围远射打飞。第79分钟，德托马斯小禁区右侧接队友传中，凌空抽射被封堵出底线，随后皇马右侧角球开出，德托马斯禁区内头球攻门顶偏。第81分钟，皇马错失良机，埃塞西奥左路传中，德托马斯拍马赶到门前抢点，可惜高出横梁。第88分钟，克罗斯左侧低平扫传中路被挡出底线。第90分钟，纳乔禁区右侧内切了射稍稍高出。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曼联2比1击败皇家马德里。双方阵容曼联首发，伊德赫亚、
36达米安、24门法、3戴利、23卢克肖、21埃雷拉、17弗雷德、67、38图安泽贝、39麦克托米奈、78、35米切尔、15安德烈亚斯佩雷拉、巴马塔、82、30基加德纳、7桑切斯替佛为出场、13格兰特、40佩雷拉、52威廉姆斯、48汉密尔顿、47戈麦斯、44中塔西、46博胡伊、54格林伍德皇马首发、3卡西利亚、46 27卢宁、38列阔、76勒乔、15特奥、29雷吉隆、19奥德里奥索拉、61 26德托马斯、32哈维桑切斯、24塞巴略斯、35奥斯卡罗德里格斯、37贝勒里克巴尔维德、77 22伊兹科、18略伦特、77 20埃塞西奥、9本泽马、46 21麦约拉尔、11威尔、46 36厄德高、77巴克罗斯、28维尼修斯、61 31洛佩兹替伯梅出场、伊曼瓦斯、2卡瓦哈尔、17巴斯克斯、30克萨达、33富恩特、34塞尔内、38弗兰丘、39莱昂。